我操！哇，艰难！回家，回家。怎么说？医学到手，红 buff 到手。哇，这压力这么大。回来对线，嘿嘿。不会让他回，他现在身上钱很多的，他现在这个状态在线上，我压力还小一点。他回家 TP 过来，出了很多的装备，打我就很痛了。让他现在继续赖着吧。我以为他 Q 中了呢，这波 Q 中了，配上我的伤害应该是死了，就差一寸了。哎呀，恶心人！回呗，能怎么样呢？一月王啊！炮士兵回家 ，nice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Nice. 没显示凯克斯闪，泰坦有闪，不过应该是死。坏了，维克多也是这么说了，回来对线，扔出去的回旋镖砸到了自己，哎呦。想吃杜城，想吃杜城，大刀走位阶段一个近战 AQA， 拜拜。想吃杜城，这不要拿捏对方的心理，他想要吃杜城这一刻，他吃掉，我们直接往前冲。OK， 一层杜城，一条命，嘿嘿。回来对线啊，喜欢打断回城，死了。怎么说？维克多要哪个选手？来个侦察兵。我刚开播还没查对面是谁，是职业选手不？nice 啊！呜 ，nice 啊！
打得好哇！主播中路是 Faker， 真的假的？你别吓我！ 好，一闪！你小子，有我视野，马杀一千不能死。 打了打了，谁谁谁？哦，普光，提醒的好，兄弟，我都没注意来了，还得多看信号，这波不看信号我真死，不让我吃兵啊！ 像是要越我，他们三两个，搁这硬蹲，放个针眼，看他位置。 翻墙，看他位置，还在翻墙，准备送塔，翻墙，走，走 ，no， 你怎么这么多洞啊？不是，这里全是他的洞，我这不这就。 进贼窝了吗？这还看啥了？服了，兄弟们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完了。啊，难受。 真能约吗？哼，点上蹲。哎呦，打不起来，那我走。 没事，这把资源控的还挺好，不怕。这把有未来可期。就我也拉个刀。
我们这边有个龙牌大师啊，没事，无伤大雅，反正他怎么都得死。啊，AD1000没了。 他都来了，你突然又走了，我操！哎，刚才维克托还有20秒，我们同时放的闪，他有那个这个东西，那他的闪现刚才应该是还差20秒，因为我是1分10多秒，他应该能点个4、5、50秒左右。现在有闪，现在就不跟他打了。 杀我！你可以试试。哈哈。第二件直接巨石，第二件直接巨石，主播是有原因的啊。他们破盾啊，他们盾比较多是第一点，第二点是因为我带了一个符文。 哎，死了！卡莎，哎哎，别被卡视野飞过去，哇，舒服了。OK， 铁大来了啊！我们这样出装，你看5000多块钱，0 CD， 对不对？正常来说你100秒一个打，而我这一把由于打的寒斧，兄弟们，寒斧他们节奏太慢了。 他无情猎手也抓不了人，所以主播带了个终极猎人。那终极猎人你出不出 CD， 他都会让你的大招会快一点点啊。所以这个无伤大雅。你要是带无情猎手的话，这样出装直接废，兄弟们。不管你的战斗力如何。 就你第一波团，你可能赢了，接下来100秒大招实在太久，你可能就没有任何的作用了，对吧？对面盾也太多了，对吧？每时每刻的战斗力，我的 fuck， 大招隐身加速，翻墙。
哎呀，我真的被盯死了，没完没了啊！我操，都到家门口了，那还回啥？这都能跑？ 不会还在吧？Nice。 差不多，撤撤撤！来，拿龙拿龙！回伤提还有12秒，我这里有个真眼，他可能复活了要真眼 TP。 多盯一下这个位置啊！小地图是不会亮点的，但是他我们只要屏幕一过去，可以看到红点。不要这里升起一个红光，我们就得赶紧跑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！刚开播不久，谢谢你们大伙有免费虎粮，可以送送免费的虎粮。今天开播都没热搜，直接喊符王德军。卡牌没带 TP， 那下路只能我来守，我跑得比较快。 为什么的真眼到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啊？等我！啊！ 留住！好钉，勾回来，一下控住，可以过了。好，闪身。他没第一次把活不了，我说的。不过我这助攻有点多了，感觉。 维克托没事，刀尬的到最后都没放弃一丝输出啊！
我这波就没想跑过，因为我跑了，他们仇恨值全就没有了，就一直输出我们其他人。我这把盲僧怎么零零16个助攻啊，一个头没有，谁这么能 K 啊 ？ADC， 小 AD 拿这么多人头也行。 杀葵啊，葵怎么杀呀？哇，我这手破盾性价比拉满！我的妈呀，除了盾还是盾，五个人全有盾，干嘛呢？这是盾盾联盟。 Hello， 大刀取消掉他的大。 一波，呜呼 ，nice！ 哎，兵线，哎，算了，下路，去哪儿，到底？哎，随便一波的，兄弟，感觉得有人扛一下，一波不了吗？那就两路呗。 1800。 限制 AD 就好，拉扯他，给他点压力，等他黄牌，控住，蓝牌，Holy shit！ 你下来那一刻我就翻上去了，哥，还好他没打我。 妈卡牌下来满血都要死，我刚才半血，还好他打的不是我，这手狼牌我受不了了。你要我死啊 ？OK。
拿下这一把我们的男刀，真潇洒！主播，人家秒解进化。